片头大家看到的那个场面呢，就是我昨天傍晚的时候在外院拍的。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仔细观察，我说我那个是没有无人机，我是用一个杆子撑在上面拍的啊，真的是想尽了办法，希望大家有点抖，其实有点抖啊，手会抖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镜头是我的西侧院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把这个解说的场景放在这个西侧院啊。西侧院我们家这个地方阳光也很好，树砍掉的，留了那个这个一人多高的树桩子，然后盘成了龙沙柱。这个龙沙呢，就是我的那个当时最火的那个视频《园艺篇玫瑰繁殖》里面那个，就是水带繁殖的那一棵，现在已经这么大了啊！其实也就两年多还三年时间，反正我频道的，我频道刚开始的时候做的一个繁殖，这个是啊，肯定比我频道的时间短。然后这两颗都是龙沙宝石，大家看它颜色差不多，很像。其实这边两颗是珍珠门啊。珍珠门真的就是这个是很明显的藤本应用的一个状态，当然很麻烦。这种珍珠门这种属于假藤本，或者叫可藤可冠啊。那么我外面那颗开的花更多的密密麻麻的，其实那个呢是灌木应用啊，这个呢是藤本应用。这个藤本应用呢，它又要牵引又要修剪，它和龙沙是不一样的。到时候我对它们的具体修剪，我肯定会出视频的。那么今天呢，不说这个什么修剪啊，什么其他东西，就说我这样子的花的状态，我能不能说明我种花的技术还行，是吧？那我这个种花的技术，我真的是非常希望，就是通过我自己的表达教传授给大家。我就是一个教种花的人，我不是卖花的，也不是说靠卖肥料、靠卖什么药水去挣钱的这么一个角色啊。我也不接业配，是吧？所以很多东西你要看利益驱使啊。我的利益驱使是什么？我要靠教会大家种花，然后呢，经常来看看我家的花和自己的花的对比，是吧？然后靠这个来集中流量，我需要的是靠这个来抓取眼球、抓取流量，所以利己很正常，利己很正常。我的利益方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会种花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感觉到我的真心付出啊。所以接下去的这个问题啊，是很多很多的花友，即便是我的高级会员以及那个老的，就是看了好几年视频的观众，有些人还是就是有的不肯相信，有的是他没有意识到。那么我今天用这个案例来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信这个问题啊。就是我的高级会员啊，有一个图片发过来，它一个木桶里面种的那个花，上面那个枝头啊，都是一个缺元素。如果说我是一个卖药卖元素肥的，或者是利益驱使嘛，很正常，它确实表象也是缺元素。我说你这个就是补点元素肥就行了，买哪个哪个品牌或者买我的，是吧？但不是的，就是我如果说实话，它绝对不是
表象所看到的缺元素，大家相信我吗？因为它缺的是什么？是元素。但是为什么导致它缺元素了？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土啊。所以我这么说，大家可能一下子不理解，甚至我那高级会员呢，他还是买了专业的玫瑰土啊，那比我专业多了，是吧？我是挖个坑直接种的，什么土都不加的。他呢是盆栽，盆栽呢，当然他是新会员，新的会员他没有，就是知道我的，我如果需要盆栽，我会配一个 万能配土，是吧？也是尽量减少肥度啊，然后增加疏松透气性，原则就是。那么他其实并没有看我的那个视频之前配的，是去年配的，去年配下没种死，没种死说明他那个玫瑰专用土买来啊，肥力是削减过的啊，没有说是纯堆肥。但是为什么到现在会产生这样的状态，就根系受损了，然后它缺元素了呢？温度升高了啊。所以这个案例非常的，就是非常好的展现出了我的整个理论体系，是吧？我是说肥力的烧根的原因不是什么氮磷钾元素烧根，而是微生物烧根。那么微生物是不是会随着温度的升高，微生物越活跃嘛？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迎刃而解的，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总认为浇水会导致我们的花会浇死？其实症结也在于土，因为土里面的有机物微生物太多以后，你同样的水是生命之源，你一浇水，你的花需要水，那么这些微生物也需要水，是吧？那么随着温度的升高，水的供给，微生物也是成一个爆发趋势的。所以它那个苗呢，已经比大多数的人直接沤在那里发臭的那种种死的状态是好很多了，没有种死，但是它呈现出的是一个根系受损，进而导致吸收不行，就像人的胃肠道一样的，你的菌群失调了，吸收不行了，然后导致它缺元素了。所以我对它的判断以及对它的诊断处理方式很简单，你这个苗呢，我说都已经那么嫩嫩的长起来了，只是缺元素，那肯定死不掉了啊。你如果真的有精力换土啊，换一下，如果真的不想换呢，浇水，多浇水，这种情况下反而要多浇水，是吧？那浇水的前提是你的盆是要有漏水的，一定要有足够的孔洞去流出来，流水不腐嘛啊。其实这句话也是在于控制一个微生物上它的症结，是吧？你多浇水，然后微生物这种细菌的繁殖发酵它还产生热量，所以呢根系如果不通过浇水降温以及冲淡微生物总量啊，让它流出去一些啊，肥你根本不用担心的，就是其实你只要根健康了，你植物的整体状态都能够看到的。然后我一向来用的肥，我其实今年我刚总结出这句话，种花不用有机肥。其实我以上说的啰里啰嗦说了一堆，其实归为一句话，种花不用有机肥啊。而且很多人说，那你用化肥这个土壤啊会衰竭啊会怎么样？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农业循环的去采收拿走，是吧？它只有索取没有给予，是吧？给予的是化肥。但是我们种花不一样，看我地上满地的花瓣，其实我这个地一铲子下去可能会有3到5条蚯蚓，非常的肥沃，而且它里面的微生物以及动植物的平衡是非常好的。虽然我用的是化肥，因为我并没有无限制的索取，我种的是花，花我并没有一茬一茬的收割掉拿走吃掉，是吧？落叶归根，我冬天我也不清园，但是我冬天我不会给冬肥，
我曾经说过，如果真的要上，怎么上？上东肥是吧？但是我一般来说是不上的。真的要上东肥，要远离一下根系，即便是地栽的、盆栽的，就不要去上，是吧？表层的土如果杂草多，拔一拔，缺少一些土，那稍微表层冬天的时候那种堆肥，尽量腐熟的表面铺一点，是可以的。因为那种情况，即便是产生了发酵，它也是在表层。你一旦发现不对，把它掸开一点，或者多浇水就冲淡了，非常简单。然后呢，我说水肥的体系，就水溶肥的这个用法，如果烧苗它是直接肉眼可见的，就是急性的一个反应，不会像那种微生物发酵慢慢慢慢枯竭，你始终觉得你是水浇多了，然后不敢浇水，反而是恶性循环。然后我用水肥了以后呢，就是如果一旦烧，你马上就能看到耷拉了，耷拉了，给水了还耷拉，那就是一个很，就是很激烈的一个烧根。实际上，那么那种情况碰到怎么办？其实我到目前为止只碰到过一次，是什么情况？就是我有一个滴灌的管子，那里呢，我是按照地栽干撒的套路去撒，结果呢，一周撒一次，但是这周撒的，就上周撒的还没有全部溶解掉，因为是滴灌，出水量就是在集中在一个点。然后撒多了，第二个礼拜、第三个礼拜堆积在那里了。然后我用喷淋就手动浇水，又去哗哗哗浇，结果瞬间溶解下去，导致烧根。然后那种烧根我救回来了，因为水溶肥的烧根你不会像微生物的烧根那样麻烦，你甚至要去清理根系啊，甚至要挖出来啊。水溶肥的烧根如果觉得过多了，看到它的表现就是开始衰败的话，马上就用自来水去冲，多冲一下，把它冲淡了，它自然而然好了，啊，就慢慢慢慢的新芽又萌发出来了。当时我那颗棒棒糖是所有的叶子全枯黄掉了，我甚至以为死了，但是我就用我自己的理论是吧去实践，是吧，成功了，然后把它救活了。然后到目前为止只碰到过那么一次因为水溶肥的烧根，而且非常好解决。所以这就是我归为一句话啊，重话，只有我这样的状态展现出来了，我才有自信心在这里跟大家去说我是怎么种的，是吧？所以大家看园艺频道啊，一定要擦亮眼睛，是不是自己的花，是不是现有的状态的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为什么每期片头我都强行加入了时间，是吧？其实那个时间在油管的标题下方，油管是打上时间的，但是我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啊，然后我片头我也是现做的，我也是现阶段的状态啊，就是昨天傍晚拍个片头，然后早上取了一个这边的景啊，然后现在在这里说，现在也还是早上，其实还是今天的上午。我会让大家看到我的花从慢慢慢慢从冬天的修剪到慢慢萌发到花苞，再到花开败，是吧？完整的状态大家都能看见。其实我们家这些花的状态，你看似现在这么美，当时是怎么样的，我的频道里面你去考古都能看到，是吧？当时砍树是怎么砍的，然后这边种了那个奥斯丁的为什么种，然后为什么我后面又拔掉了，是吧？去挖掉去盆栽了，这个是今年就冬天，就最近这个冬天做的这个事情啊，其实已经开春了啊，坑还在，对。好了，苦口婆心只为了大家跟我一样也能够美美的享受花。然后我以前刚做频道我就说，我希望华人呢，就我不是说种菜不好，是吧？前院不要种菜，去种花，自己心情好，是吧？大家走过路过路人的心情也好。然后呢，种菜已经不用我们华人证明了，我们可以再证明一下我们华人种花也是很棒的，是吧？种菜不是说歧视种菜啊，就老美也都种菜在后院，我们这一片种菜的养马的，是吧？数不胜数。
啊，但是前院真的是美美的，大家都美美，不会种花至少草地也是美美。其实我是一个很心急的人，然后种花呢其实也是我自己修身养性。其实我知道我前面可能越说越急了，我去年说话还要急啊，然后希望大家理解吧，慢慢的改变也是。拜拜。